喂，你昨天先回去了吗？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无语，我真的无语了。昨天你不是一起跟我进入一个梦境，还遇到超多怪人的哎？哈？什么啊？你脑子烧坏了？哈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忘了？我们不是一起找唱片，一起回忆，一起打败国王，还有你帮我找回我的书信啊！哎呀，红优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现在都没有什么国王了，是要打败谁啊？还有你的初心是什么？上课睡觉睡到爽了？奇怪了，难道什么意思？梦着你他，好烦哦！事情怎么那么多啊？课业、社团，没照顾不好，心情好糟啊！哎，同学，你还好吗？你的脸看起来比楚玉彤还臭哎！我不要说了啦，我最近事情超多，压力超大，我都快崩溃了。哎，听说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古董唱片行哎，还是我们放学去听听看啊？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音乐就对了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放学就走吧。OK。